OK，啊，如果讲攞足分咧，应该就系 Part C 咧，同埋 Part D 咧攞足分，同埋明明就唔系 Part C Part D，A B 嚟噶嘛，你夹硬写成 Part C Part D。好，嗱，咁但系咧，左手边嗰两 part 咧系有地方扣分嘅，啊，分别就系第二步嘅呢一度，同埋第三步嘅呢一度。你后边个答案系啱嘅，即系你呢个答案系啱嘅。你呢個寫法係啱嘅，咁我紅色 highlight 咗嗰度要有啲咩咧？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呢個寫法係冇嘅，你呢個寫法 Okay. 冇呢個寫法嘅。哦，log base 五乜嘢啊？你冇寫嚇，你明唔明個意思？即係你cycle side tangent，你仲記得咩嚟啦？係咪記得。嚇？譬如我寫左下角，譬如 sin 30度嚇。我唔問你係幾多啦，咁計數機知道二分之一嘅。咁你右手邊咧，你 A part 我兩個 highlight 咗嗰個 log 嗰個咧，你嘅意思即係咩啊？sin 我 sin 幾多度啊？你冇講，咁係唔 make sense 噶嘛，incomplete 噶嘛，咁嗰樣嘢係嚇，你明唔明我講嘅意思？明啦。嚇，咁你要點改咧？原來你呢度應該係 log 一啊，log 一啊，嚇，我唔知你知唔知點解咧？其實你寫嘅你而家做緊嘅就係將後邊呢一個 log 咧一個 log 相除變成為兩個 log 相減啊嘛，咁所以第一個咪係一，第二個咪就係 x 三次咯。哦，你冇咗嗰個咪就係個一咯，見唔見到？見到。啊，而當然你後邊嗰度你就會將個三就拉去前邊做 coefficient 啦，呢個係 log property 啫。咁而下邊 b part 你爭啲咩咧？嗱，其實你嗰步咧，你係將呢一個二次方，你答我啦。我啱啱粉紅色點一點嗰個二次方係邊一個嘅？个九 X 啊，係個九啊，個 x 啊，定係個九 x？九 X 唔系就咁 X 喎。係咯，嗱，你諗清楚，你睇到係咁寫嘅。咁究竟個二次方係個九啊，個 x 啊，定係九 x？其實係個 x 嘅啫。而你做咗啲乜嘢？你下一步你係想將個九都變成為二次方，所以變成為三，因為三二次方係九。如果你將個九寫成為三，你先可以有個二，有個括號括住出邊有個二次方。咁所以我紅色 highlight 咗嗰度，你爭個括號。OK，然之後你就將嗰個二次方，嗱而家嗰個二次方就係成個三 x 噶咯，就亦都係抽去前邊做 coefficient，咁先會得出你 major 嗰一步。嚇，得唔得？啊！嗱，你呢啲你要改啊！嗱，甚至乎就真系想你自己 mark 翻低错边嘅吓，即系之前同你讲话错题啊，真系好难要求你哋做嘅。咁但系起码呢一啲咧，你唔错题，你都喺你自己写翻改正嘅时间，你写翻少少 footnote 落去啊。写紧，OK，我唔记得 cap 图未添，cap 咗，算写完未？写完啦。好啦，嗱，我想问你，之后去到呢两 part 咧，你计完之后，你有冇带翻个答案落去？嗱，其实我冇答案嘅，呢一啲题目就，我整体你嗰啲步骤似乎就冇问题，似乎冇问题，OK，咁但系你个答案啱唔啱咧？即系个步骤似乎冇问题啫，答案未必啱噶嘛，我计即系。错咗啦。我唔知啊，咁所以不如我哋一齐将嗰啲将你计到嘅 x 代翻落去左减右啦，好，你而家试一试，近廿四廿唔系负廿三百二十 Q 六五 answer 加六，冇得二逗号五 answer 加六，跟住再减负二，零啊。你系啊。A part 系咪？咁你试下试埋个 B part，试埋个 B part。四逗号二 answer 加三逗但我揿错嘢。慢慢，其实系噶，即系有阵时，即系揿机，我哋都要小心留意，揿得啱唔系咪多个括号噶？啱？你自己谂啦，我唔知啊，我唔知你揿到边，系咪？你自己谂一谂啦，系咪要多个括号？点啊？再揿一部分零啊！OK，系啦，嗱，你呢两 part 都做得啱嘅，非常好啊，吓，同埋你学校听有冇
OK 啫，有冇舒服咗啊？还好啦，系嘛？啊，还好啦，虽然我听听一半放弃咗先得嘅，都得嘅，还好啦。即系又或者有阵时其实啊冇啊，其实都系唔系好知 lock 系咩回事噶啦。咁但系起码啲数似乎都即系做到多做唔到先啦，系嘛？系啦。好，你等等先。哦，你嗰个九字嚟嘅。系。嗯，嗱，不过你呢度我就咁睇，你应该未必啱嘅，即系上面嗰 part， 上面嗰 part。我就咁睇，你应该未必啱。而呢一度我系冇同你，即系我 WhatsApp 冇同你讲噶嘛，应该系嘛？冇，好似冇。冇提你点改啊，诸如此类嘅嘛。好啦，嗱，其实咧、那个 A part 咧，我话系，我会话系一个粗暴嘅做法啊，用一个粗暴嘅做法。咁又唔系喎，似乎冇错喎，似乎冇错喎。因为我系 Y 咁样再两个 Y 再减翻，因为可以拆到。嗯。但你就冇寫咁嘅意思啦，係咪？唔係，因為我諗過寫即係一 over 二 log x 再加 log y 減 log y， 但好似 skip 咗步驟。嚇、啊！你肯定而家你冇 skip 步驟，你個 log y 就化灰喎。我哋 skip 咗直情咁。好啦，嗱，我會話我而家呢度寫嘅咧係個粗暴嘅做法，咁係點咧？其實我哋會留意到咧，我哋個份子咧係有三個 log 嘅加減。有三個 log 嘅加減嚇，呢、這個我諗你冇異議啦，係咪？唔係。係咪啊？係咪啊？應該係啦。係應該係啦。咁你話咩咩咯？咁唯一有問題咧，就係一開始嘅呢個二。如果我哋可以整走埋呢個二咧，咁就真係三個 log 嘅加減。咁我點整走個二咧？就將佢 shift 埋上邊做個次方。咁所以咪就係 x 嘅四次方咯。第一個見唔見到？見到。啊，即系二 log x， 咁咪即系 log 四x 四咯，可以啦，系嘛？之后再乘 x 嘅二分之一 y， 而第二嚿咧，其实就系呢一撇嚟，咁之后 over y 嘅啫，个 over y 咪就系呢一度，你系减啊嘛，咁咪除咯。OK。吓、啊，好啦，咁之后啦，咁啊，我再写翻个分母，吓、啊，咁啊写成为二 over 三嘅啫。OK 的 OK 的，其实你这条似乎是做得啱。我好像暴力得太多啊，你睇搞咩？咪就夹硬写成为一嚿咁样咯。即系你呢个做嗱，你个答案啱，你仲要讲咧，咁我就系想同你讲翻，你第二步好似系有少少唔见咗啲嘢。咁而如果我想，如果写我呢一个咧，就交代翻个 Y 其实唔系唔喺度，个 Y 系弱咗啫咁。吓，你嘅做法冇问题。咁你 O 唔 OK？OK。而如果是你就会看到上下入个分子的 log 这两个 y 会弱了，嗯，咁冇问题啦。而然之后咧，咁嗰两个 x 的次方相加噶啦嘛，系啊，咪九 over 二咯，吓，然之后下边个 log x 嗰个 x 又二 over 三啦，咁就会去到边度咧？就会去到你咩二嗰步啦，之后咁啊做完啦。但可以分两个 term 噶嘛，个 log x 即系可以放 x 同埋个 y， 因为你系咯，乘下可以转，系咪可以转嘅？可以噶，可以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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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你意思话，你自己谂嗰步，但系你冇写出嚟嗰步啊嘛。即系将题目里边第二个嗰个 log 拆成为两个 log 相乘啊嘛，相加 ，sorry， 系咪啊？系啊。呢步 OK 噶 ，OK 嘅 ，OK 嘅。不过你有时要小心啦，不论你点写法啦，就系究竟括号嗰度啦。因为如果你写成为 log 的相加或者相减咧，有阵时你要留意本身的正负号。OK。吓，咁啊，呢个之后有机会再讲啦。吓，得唔得？得。好。之后嗰题，我想问嘅就系呢一条 equation 我哋叫咩 equation 话 ？Quadratic。吓，咁 quadratic 唔系有两个 root 嘅咩？唔记得咁嘅。吓。四用负一，留一个负一。吓，其实佢可能系负一嘅。OK， 好啦，但系其实咧个负一谂起系可能系要 reject 嘅。OK， 嗱呢度你要小心啲啦。等下先啊，你上面全部都冇错噶啦，全部都冇问题吓。嗱，其实我同你讲咧，你得出嚟呢两个答案咧，其实有机会啊，有机会两个都要，有机会两个都唔要吓，又或者是但要一个。OK， 吓咁啊，即系好似讲废话咁啦吓，咁点知啊？原来我哋必定要将计出嚟嘅两个答案咧，代翻去原先嗰条式。记住啦，系原先嗰条式，即系等于零啊？
左减右咯，要等于零咯。O K。啊，咁啊，你唔好以为即系我计错数先会唔等于零嘅啫。啊，计啱唔会唔等于零噶。啊，我同你讲，你呢度步步都啱嘅。咁但系你嗱，你而家揿啦。不过我劝你个 x 代四先，你个 x 代四先，然之后揿左减右。O K。即系 log 等 log 诶 ，O K 四。二二好，都系二到好，啱上啱二零咯。嗯，你先代翻个负一落去。O K，F F 系啦，冇错。O K， 嗱，咁你发觉好奇怪嘅，其实你真系由上至下睇，你每一步都系做得正确嘅。咁但系原来呢两个答案咧，唔系两个都要。O K， 原来我哋要两个分别代翻落去原先嗰条式，左减右系咪等于零？你要發覺負一嗰個係 math error， 而你嗰個四嗰個答案咧係真係令到左減等於零。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話你嗰個負一係 rejected 嘅。咁我同你講翻個原因啦，就係因為咧 log 裏邊唔可以等於零啊嘛，唔可以係負數或者唔可以係零。log 我寫喺左下角 log x 嗰個 x 係要大過零噶嘛，佢唔可以係分，佢唔可以係負數，亦都唔可以係零。其余任何数都冇问题，哪怕你是份数小数、肉酸嘅数、派诸如此类，得唔得？得。而如果我个 x 代负一嘅话咧，最起码你呢、這、一个，如果你系负一嘅话，你负一减一咪变咗负二咯，你 log 负二咪已经 math error 咯。嗱，呢个你要记住，因为好多时喺 MC 嗰度咧，啊，即系 log 好多时出 MC 啦，好多时出 MC 嘅时间，我哋系靠呢一样嘢，四个 options 已经差咗某一个或者两个噶啦，所以呢个你俾你要记住。Okay? 一定要成日揿 cal 嘅。所以喺你 solving equation 嘅时间，中间你有用到 log 嘅、啊、其实有阵时你用 square 都好啦，吓、啊、好多时都系要将嗰啲答案代翻落去原先嗰条式，睇下系咪 satisfy the equation。好常做嘅，其实呢个动作。所以由你初中啊，一开始我哋已经讲，你 solving equation 最好习惯就系将你计到嘅答案代翻落去原先嗰条式，左减右系咪等于零？尤其是当你本身 solving equation 未是很肯定的时间 ，OK， 再加上现在根本上，就算你计啲 steps 全部啱晒都好，你得出嚟嘅答案有阵时系唔要嘅，即系俾佢吹胀咁嘅意思吓、啊。又或者你上个学期你 quadratic equation 你 application 嘅时间啊，嗰啲 x 咧系某个长方形嘅边长啊，诸如此类。咁你嗰啲 x 如果系一啲令到条题目个古仔唔 make sense 嘅吓，你计到个边长系负数咁，你咪 reject 咯。OK， 哪怕你所有嘢都系啱都好，但系令到个古仔有矛盾啊，有唔合理嘅地方，我哋都系要 reject 噶啦。OK， 咁继续噶咯噃。OK， 好啦，嗱呢度啊，够做咩事？唔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放个分数落个 Q 嗰度啊？你的意思话，例如 A part 的二分之一，冇、啊、问题嘅，冇问题，因为其实你个 P 又好 ，Q 又好，其实数目字嚟嘅啫嘛。因为如果你咁计数机嘅话咧，你呢两个咧其实数目字嚟嘅啫嘛。只不过呢两个系难数，只不过呢两个系难数。嗱，我可以话你听，你呢一条似乎系三 part 都错嘅，好似系啦。即是其实你有一 part 错少啲，有一 part 错多啲，有一 part 未做完咁样咯。即是你呢三 part 咧，就提供咗好好嘅教材俾我哋啦。你三 part， 你我哋要讲嘅嘢都系唔同嘅。好啦。OK， 好，咁啊讲 A part 先啦。OK。同埋咧，系呢一啲校内系中意考嘅，呢一啲系啊，校内中意考。其实我哋系可以揿计数机嘅。得噶，又系 alpha beta。唔系啊，系揿计数机知道你嘅答案啱唔啱啊？又咁灵啊？类似啦。嗱，即系咁。譬如你A part， 我哋当然都系要自己 step by step 去做啦。啊，都系要咁样做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你得出嚟呢个答案究竟啱唔啱？我哋可以用计数机帮我哋 check。好啦，麻烦你而家试下揿一揿机，你试下。你试下将呢两个数，嗱你揿到噶嘛？呢两个数，系啊，分别代落去个 A 嗰度，同埋代落去个 B 嗰度，睇下识唔识点揿啦。嗱，我记得有个嘢可以揿嘅。系啦，我试下，睇下识唔识揿。几有广告噶啦。梗系啦，实有广告噶。
有冇啊？有个箭嘴，系噶系噶，嘴揿唔揿到啊？个箭嘴喺边啊？嗱，我提你少少啦。啊，记得啦。上面嗰个 recall 嘅意思咯，啊，下边嗰个 substitute 嘅意思咯 ，substitute substitute 咩都好啦，个意思就系咁。咁你而家想你想系而家你想 recall 啊，定系想 substitute 啊 ？substitute 系啊。st 咩嚟噶 ？o 嚟嘅 ？sto 啊，咁而因为呢两个系相反嘅function 啦，咁所以咪 shift 去咯。哦，揿唔揿到啊？揿到。但 shift recall 跟住 a 嘅。系啊。咦 ？shift recall a 冇 ？shift recall alpha a 佢等于二啊嘛，咁我 shift recall 等于。Alpha 系咪打个六？哦，咁我知。先打你要入嗰个数字入去先。等于 shift recall alpha a， 即系shift recall。其实你唔使 alpha a 嘅，唔使 alpha a 嘅，你就咁揿嗰个减得噶啦。你揿 shift recall 就咁揿嗰个减就得嘅，即系嗰个符号。但系咪要揿咗个 lock 数先再揿呢啲嘅？将你想入嗰个数入咗，揿咗喺部机度先。我揿咗个 lock， 跟住点？嗱，我写一次俾你睇咯。我揿咗 lock 三度好易啊嘛。你揿 lock 佢就会出呢个括号啦，系咪？系啊。之后你咪二逗号啊 ，sorry 三逗号啦，系咪？三逗号二啊嘛。三逗号二啦。之后你又揿 shift， 之后你揿 shift recall， shift recall 啦 ，shift recall 即系 substitute 啦。然之后你咪揿个减号咯。哦，我得啦，我 get 到。OK， 因为你 shift recall。相等于就是个 substitute 的意思，而你个减好就是个 a 啊嘛。咁样好得啦。好唔 OK 啊 ？OK 啊。喂，呢个你记住喎，中二定中三，中二已经教你噶啦。OK。OK。好，喂，咁都要讲咁耐，咁你入唔入六个 B 度咧？张光数。入晒啦。入晒啦，系嘛？喂，咁所以如果你 A part 啱嘅话，你。你将呢一个减呢一个系咪应该等于零啊？系啊。而你呢一个你点入啊？你咪入二分之一个 b 加 a 咯。O K。系咪啊？因为你log 三二佢话系 p 啊嘛 ，log 三五佢话系 q 啊嘛，咁你分别入咗喺 a 同 b 嗰度咯。你试下揿一揿 a part 题目同你个答案相减系唔系零？系零咪啱，唔系零咪唔啱咯。log 三，开放十。跟住减翻一 over 二 a 加 b 唔系零啊？系几多啊？零点八零三三一七。嗱，你揿机揿错咗。而你揿机揿错咧，亦都系我意料之中噶啦。因为喺呢一条你揿机咧，有一个地方要加个括号，你未必有加，其实系要加两个括号嘅。log 嗰度啊？边度咧？其实真系嗱，你揿系咪 lock？ 你揿 lock 嘅时间，佢就帮你开个括号啦。系啊。然之后你再揿就揿个三啦，然之后逗号啦，然之后就开方啦，系嘛？而开方你揿开方嘅时间，佢又会帮你开个括号噶啦嘛。系啊。然之后你就揿个十落去嘅，然之后呢个咪题目嚟嘅。系啊。而你要小心，而家开两个括号喎。你开一个括号，两个括号，咁所以我哋要自发地括两个括号嘅。啊，咁我括咗咯。你有冇括两个？括咗两个。系、哎，咁你试下 check 清楚，唔应该系你讲一个数噶喎。如果系嘅话，系咪一 over 二？咪咯，唔系啊，跟住 log 系咯 ，log 三逗号，跟住十啊嘛，跟住括括。系咯，括咗咯，跟住。然之后就减。就开括号噶咯喎，一 over 二乘 b a b 啊 b 啊乘定加系咪加 b？ 唔系啊 ，over 二 b 加 a 喎，我 b 加 a q 啊嘛 ，q 咪个 b 咯，零点唔系负零点三一五四六四八。O K O K， 咦喂，咁即系你本身呢度你系真系有自发地加两个括号咯？系我调转咗，咁叻，即系反而你系 a 同 b 调转咗。系好啦，嗱咁啊得，你竟然系呢一度错，你揿机嗰度吹涨，咁我以为你系删漏咗括号添。好啦，喂讲咁耐，
啊，终于可以同你讲，你呢条数做错啲咩啦？呢度你错咩咧？你错啲好低级嘅错误咯。啱啊，其实讲咁耐，你揸括号啫嘛。啊！你见唔见到揸括号先？系啊。如果你见到嘅话，你揸括号嘅话咧，其实你咁已经啱噶啦。所以个答案应该系咩啊？应该是二分之一 P 加二分之一 Q， 咁所以麻烦你改一改你头先揿计数机嗰条式啊，你咪喺个 A 嗰度前边加翻过嚟，即系乘翻零点五俾佢咯，咁你就会发觉答案等于零噶啦。我真系零啊？系咪啊？啊！超低级咯，真系。够。OK， 嗱咁啊 ，A part 就错呢样嘢噶咯，咁我睇下 B part 啦，好冇？吓，睇下 B part 啦。P part 亦都系唔抵啦。不過 B part 錯嘅嘢亦都係另外嘅啦。其實你亦都好嘢嘅，好嘢地方係你呢度鬥到個一出嚟啊，因為你要發覺呢度 lock 三三咯，咪一咯，係咯嗬。而最特別你錯咩咧？即係激死，就係、是、你呢一度，你好接近啱嘅啦。就係點解你呢度係兩個 lock， 一個 lock 相除啊嘛？點解唔係兩個 lock 相減？而會是兩個 lock 的答案相除，是的，是的，即是你這一步是落不到你這一步的，肯定 lock 三減 lock， 不是 lock 三減 lock 二，咁所以你的正確答案咪應該是一加 Q 減 P 咯，係咪？係啊，好啦，嗱，亦都係好快咁，你試下撳一撳計數機，因為你嗰啲PQ 型都係留咗喺 AB 嗰度噶嘛，係啊，睇一睇啦。就好15 over 2，跟住减一加 boy， 唔系我单，系啊 boy 啊 boy 唔想，喂，英文字母排序系咯，A 前个 B，P 咪前个 Q 咯，喂，咁都要搞，系咪零？系零啊嘛，咁咪做完咯，可唔可以 ？OK 啊，好啦，嗱，其实 A、B 两 part 你都好接近啱噶啦。咁啊，都其實根本A part 係關你運算事，唔係講呢一課嘅運算，平時嘅運算留括號。而 B part 咧，你可以話關呢一課嘅事嚇，始終係 log property 係有啲用得好，用得未去到好純熟嚇，反而喺啲簡單嘅就唔純熟咯，奇怪。而個 C part 咧就係 change base， 做唔到落去，做唔到落去。而做唔到落去嘅原因係咩咧？個原因咧就係，咦咩事？個二點五。唔係啊，個原因係咧，你咪轉 base 嘅。係啊，但係轉咗做十啊。我唔知你係想轉十定係你唔知轉咩好啦。你一心哦，你一心想轉十嘅，咁而家再俾你諗啦。唔轉十轉咩好啊？三。唔轉十梗轉三啦，咪轉三咯。啊，點解轉三啊？咁咪。个九变咗三意思？唔系啊，系即系点解转三啊？系因为题目俾我哋嗰啲 lock 全部都系 base 三噶嘛？系啊。题目俾我哋嗰个 P 同 Q，P 同 Q 嗰啲 lock 都系 base 三噶嘛？咁所以我哋转 base 嘅时间咪都系 base 三咯。O、okay? K、啊。之后你先会有，即系你揿机又好啦，你自己见到又好啦，你个九咪三嘅二次方咯。而 2.5 其實可以寫成為乜嘢啊？份數 2.5。OK。2.5寫成份數可以係咩啊？2.5寫成但2.5份數係咩？哇 ！OK， 得停，你要諗我真係教你好過啦。唔係。嚇點啊？係咯，唔好懷疑。嚇！你係諗定計㗎？啱啱，我突然间醒起翻个直接推后面 over 翻前面个数咪得？唔知你即系点喎？揿计数机咪得咯？系啊，揿咗啊嘛。唔系，知点揿计数机啊？揿咗啦。即系你揿咗2.5之后 execute 咗佢先，之后揿翻呢个掣咪得咯？系啊，我咪揿咗咯。唉，咁慢嘅咋你喂？好，咁所以你会发觉嗰个2.5即系5/2啦。喂。咁呢條數嚟講啊，二同五經常出現就梗噶啦，好啦，咁所以分子係咪二啊？係啊。而分母係兩式，一 log 相除，咁咪兩式相減，咁咪 P 減 Q。咁嚇。係啊，完噶啦。一隻問號。唔得係咪？嗱，唔緊要啊，唔緊要啊，嗱，
上面是二，你可不可以先 ？OK 啊。嗱，咁我再写多个啦。分母是不是一log相除先？系啊。咁咪变成为两log相减咯。但上面个 base 都可以弱埋啊。唔系啊，唔系啊。嗱，呢度系独立嘅，你要搞清楚。当个题目俾完我哋，我哋做咗上面本身你写嘅呢一步之后咧，就决定咩咧？决定呢条数咧，得两个可能性嘅啫。可能性一就系各有各做。可能性二就是到头来上下有嘢可以约咗佢嘅啊嗱，乜嘢叫各有各做咧？呢条数最尾就是各有各做啦，分子有分子做，分母有分母做，约到最简就是个答案。O K 啊，即系嗱，因为你啱问嘅问题比较奇怪啊，呢一个计出嚟系唔系二先？系啊。咁呢一个约出嚟系唔系而家呢一个分母先？系啊。咁佢哋咁所以个答案咪二 over。Q 減 P 咯，而分子分母佢哋兩個係冇做過所有約簡，冇做過任何約簡嘅分子分母，佢哋互相啊係冇做任何約簡嘅，得唔得？得。你寫完未先？寫完啦。嚇，而然之後第二條路我就話係到頭嚟分子分母係會約咗啲嘢，咁有咩意思啊？呢個咪就係之前我哋經常做嘅咯，就係、是、譬如呢一啲啊嘛。哦。嗱，同樣都係分數啊，上分子分母都係 log 啊。到头来你会发觉分子同分母会有啲嘢系可以约走晒噶，咁所以答案咪四分之一咯，得呢两条路嘅啫。OK 吓 ，OK 嗱，咁就成条数系咁做啦。咁而 C 卡我哋唔揿机啦，啱噶啦，得唔得？好啦。唔系呢个唔掂啊，呢个真系唔识。唔系呢个唔识唔奇啊，其实呢个唔识唔奇，亦都唔系好唔正常吓。呢度要同你讲一讲嘅咧就系、是。其實就呢一條如果以四廿八咧，即上面嗰一條嚟講咧，其實係極次公開試出嘅 MC 嘅，係咪啊？次嘅，次嘅。嗱，而你其實冇啊，其實你咪盡量嘗試做緊啲嘢咯。你係嘗試盡量做緊啲嘢。咁我，但我唔知道你係抄錯定係乜嘢啦。你呢度你係諗住做咗個化簡，定真係抄錯咗定係乜嘢咧？冇咗個 log 嘅。我想好像是抄错、啊。希望你是抄错啦。即如果你是抄错的呢，其实你就是做了第一条式的少少化简咯。即这里 我希望你没了个 log 是抄错。我抄错了。抄错了啊、所以你唯一做了就是第一条式，你是 changing subject、啊。我告诉你是正确的。你这一步是做得正确的。只不过是、啊、之后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啊、我帮你写两条式了。应该是 2x 减7的 ,OK? 啊不是没分别的，你负7格加 2x 和 2x 减7没分别的。Okay. 只不过我们通常个减好不会写开头而已，对不对？对。你都想慢慢执返正你的一些习惯手势。好了，之后我们就将一式代落去的二式那里。哇可以揿机。是不是可以揿机？对。你的意思是够分。不行，呢一条虽然佢叫 simultaneous equations 啊，但系同你个旧 program 一系唔同噶，因为你个旧 program 一佢系叫做 simultaneous， 即系其实佢叫 linear equation。呢个唔 linear， 呢个唔系 linear 嚟嘅啊 ，linear 讲全部都系要一次方嘅一啲方程式嚟啊，咁呢个唔系 ，OK 得唔得 ？OK 好啦，嗱咁湿落去咁点湿咧？其实你做完之后咧，你嗰个一式啊。其实是不是 Y 是 subject 啊？系啊。所以你湿一 into 二嘅时间，其实你咪即系将二式重写，只不过个 Y 变咗唔系 Y 咯，个 Y 变咗唔系 Y， 变咗做 in terms of x 咯。嗰个咩 x 嚟嘅？二 x 减七咯。我睇到叫做 Q。系写得肉酸咗少少嘅，好。跟住再呢度可唔可以？即系湿咗之后。Y 去咗，系啦，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但系个 Y 系咪因为个隔篱有个 log Y 都弱咗？唔系弱咗，我哋因为我哋有一式，一式同我哋讲个 Y 咪相等于两 x 减七咯，咁所以我哋写二式嘅时间再写个 Y 咪唔写 Y， 写二 x 减七咯。OK， 哦，即系代个 Y 系二 x 减七。系啦，就系、是、所有嘅收。就是所謂 substitution 咯，好唔 OK？OK， 好嗱就咁啦。嗱之後我就去到呢度你可以係咪？可以啊。嗱咁我
我之後我就咁同你講，即係我都會寫嘅，但我唔會寫得太詳細。右邊係咪兩個 log 相減？右邊係啊，咁所以咪一個 log 相除咯。啊，二分子就係二 s 減七，分母就係六，得唔得 ？OK。而左邊係兩個 log 相加，但係爭少少嘅。我哋要睇成為個 log 個一係 log 十，呢個得唔得 ？OK。咁點解係十咧？因為而家係 base ten， 而家嗰啲 log 係 base ten， 冇寫咪十咯。OK。OK 啊。咁所以左邊係兩 log 相加，就變成一 log 相乘咯。咁咪十 x 咯。諗清楚，諗清楚啦。log 十 ，OK。OK。所以去到呢一步，等式嘅左右兩邊都係 single log， 即係得一個 log， 前面好乾淨嘅，冇數字嘅。咁兩邊嗰個 log 咪可以唔寫咯，變成為呢一個。写完之后话我听，算 get 嘅。啊，写完未？写完啦。好，之后你解俾我睇个 x 系几多？个 x 三等十 x， 马上就会。哇，冇少少啊，我觉得。啊，我唔系错，但好似计错少少。哎呀，我错，我错，真系我错。唔系，当然其实系你错啦，但系我睇唔到你本身有错，亦都系我错嘅，真系唔好意思啦。原來我哋頭先講好多嘢都係廢話嚟，因為你條式本身係錯，你本身呢條式呢度係錯嘅，呢個係減嚟㗎。唉，見唔見到啊？見到。唉，唔緊要啦，改到就改到，改到改到。咁所以你係減啦，咁所以你係減啦，咁所以呢個唔係乘十係除十，咁所以。但係一調過去喎。咩話？但係我一調咗過去。你睇清楚個題目，本身個 log x 同一係唔喺同一邊嚟嘅喎。哦，哦 ，OK。唉。是我错，我看不到你错，啊，都是我错啦。即系十 x 啊？嗯，咩十 x 啊？仲十 x？ 即系唔系十 x 啊？我 x over 十。x over 十啊，因为我见到点解个 x 计出嚟咁肉酸嘅，即系唔系冇可能嘅，咁但系咁肉酸就令我会睇翻之前啲步骤咯，咁发觉原来嗰度本身第一步系错。Oops， 系我写错 ，Oops， 啊改翻。哎呀，快啲啦！原来我哋讲咗成粒钟啦，已经系咪啦？差唔多。嗯，乜都未开始讲，快啲，快啲。不过呢个好似最后一题，唔计 application， 尾二啦呢条。再食翻，唔系 x 减十 ，x 减十系六，调过去，但十负十再除以负十四，零点七一四。错。唔系我分数啊。唔系啊，个 x 好靓噶，你啊，诶，而家个答案应该系。而家 ，OK， 咁我应该我。哦，五啊，系一个 x 系五，个 x 系五，得唔得？可以啦，系咪？好啦，嗱，而如果 x 系五咧，你唔好忘记，我哋呢度有条式系关于 x 同 y 一个最简单嘅关系呢一度，就令到我哋计到个 y 应该系三嚟嘅，即系二乘 x 减七啊嘛，二乘五减七咪三咯。OK， 啊，睇完未？睇完。嗱，呢一条咧，其实你学校可能未教到噶，唔奇。唔奇嘅，因為我俾呢啲功課，你好似都係我另外自己嗰啲習題嚟嘅，就唔係你學校書嗰度嘅。咁不過呢一個當然係會有考嘅嚇。咁啊，計到呢一度，當然我哋可能即係可以當收工啦。咁但係呢一度，如果你有唔肯定嘅，咁可以點算咧？你又將兩個五同埋個三咧，就讀落 x 同 y 嗰度計數機啊！我講緊係你計咁計數機又得，你唔撳計數機又得，因為呢兩個數比較靚啦，比較易撳啦。即你可以塞翻落去一式嗰度，但系而家我讲一式二式系讲最开头呢两个，系唔系呢两个添啊？系最开头呢两条题目啊，最 original 嗰两个题目，你咪可以试下左减右等唔等于零咯？即系二乘 x 减 y 再减翻右边嗰个七，系唔系等于零啊？咁当然系啦，你会见到。咁另外如果 log x 减右手边嗰个一加 log y。减 log 六系咪等于零啊？咁你咪 check 翻呢两条式系咪 satisfy 咧 ？OK。咁拉尾你会发觉系 satisfy 啊。咁啊，即系你计到嗰两个答案系正确噶啦。OK， 咁我 get 到咯。啊，得唔得？得。咁呢个在你嚟讲系比较新鲜少少嘅呢一。OK。OK。等等先啊，我应该点得噶啦？好，第四十九题。诶，嗯，系咪呢题？系啊。等先。哦，佢本身 A B 派本身系咪？系啊。OK， 好 fit， 好，OK， 佢系 do two decimal places 啦，咁所以你就会咁啦。好啦，嗱，就咁嘅，呢一条分 A、B 两 part 啦。你嗰、那个睇下先，你 take log
然之後嘟嘟嘟嘟嘟嘟啊，應該答案啱嘅。咁順便咧，我可以因為你起碼計到呢個答案先啦。咁我可以同你講多少？係 A 派答案啱。其實問心你啲 log 或者你 log equation、exponential equation 嘅，比我想象中做得好，比我預計做得好，真嘅。或者可能真係比嚇、啊、比唔少同學都做得比較好嘅，其實咁其實 OK 嚇、啊。咁想同你講咩咧？兩樣嘢，第一樣就係你個答案嗰度，其實你應該寫 double。哦，即係咩串嘅曬？係啦，尤其是因為呢一條數咧係有 A、B 兩 part 嘅，所以如果你心水清啲，或者你好準備啲嘅咧，你要預咗其實 X 呢個答案，即係 A part 問嘅嘢或者個答案應該 B part 要用翻，你要呢個準備嘅。OK， 咁所以你下邊寫呢個 two decimal places 嘅答案咧，係 for A part 攞分，咁當然正確嘅。咁但係你最好亦都抄定呢個數，或者將呢個數已經 store 咗喺某一個地方，例如memory X 裏邊。OK。就不時之需 for part B 要用嚇，呢個第一樣。第二樣係咩咧嚇？其實就係我哋未必需要用呢一條信息去計。OK， 有冇其他諗法？唔用呢條信息去計，我仲可以點計？即係你望住呢條信息咧 ，A part 原先嗰條色啦。其實我哋個 X 唔一定要用紅色 highlight 嗰個方法去計。OK，咁我問你啦，原先 A part 題目係咪一條 exponential equation？ 係啊。是啊嘛，佢系一条 exponential equation。你讲得 exponential 咯，咁佢个 base 系几多？十？点会？唔系喎，佢系一条 exponential。喂，咩声？好惊。好，佢系一条 exponential equation。咁你讲得 exponential， 咁即系有 base 噶啦。咁佢个 base 系几多？一点零六。系。咁我哋系咪要 take log 啊？系啊。咁 take log 嘅时间系咪又要考虑个 base 啊？系啊，咁点解我哋唔 pick 个 base 系 1.06？ 哦，好啦，咁所以个答案亦都可以系咁计到出嚟。嗱，麻烦你揿多一次机俾我睇下同我后边写长嗰个同唔同？即系转翻做 log 嘅 function 啦。系啦，又变翻做 log， 但个 base 系 1.06。系一样。系咁解一样啦，系咪？咁呢个冇乜所谓嘅吓，即系你计到啊，你计到答案先系最紧要啦。咁啊，呢一個只不過同你講啊，有陣時我哋尤其是喺撳即係計數機MC answer 嘅時間，我哋可能就會跳咗嚇撳少啲掣嚇，爽手少少咁嘅意思啦。OK， 好嗱，然之後到 B part 啦噃。B part 嚇 B part 同 A part 好似冇關咁樣嘅嚇，咁我哋睇一睇佢咩話？有關㗎，冇咁。梗係有關啦、啊。咩有？梗係有關，點會冇關啦、啊？吓，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有阵时，如果你当有关，你又系烦；你当冇关，又系烦噶啦。吓，睇一睇，阿 Peter 就抌咗啲钱啦，就去一间投资公司啦，就大街 P 咁多钱啦。吓，咁间公司就话咧，佢嗰个 return 就 compound half yearly 12% PA， 12% 就一年嘅利率，咁佢 compound monthly 啊 half yearly，compound half yearly。咁所以我想问个 growth factor 即系几多 ？growth factor 个 growth factor 即系几多？1+12%。Nope， 如果你1+12% 就系 compound yearly 噶咯。哦，系喎。佢个 half yearly 喎。Half year。但系佢 percent 唔系 half yearly。冇住，佢话系12% PA compound half yearly。咁所以佢个 growth factor 应该系几多？6%，又或者我哋写算式系咪1+12% over 2啊？系啊，嗱谂清楚系咪咁写先？系啊，咁咪1.06咯。喂，我想问啊，我有冇听错？你背景系咪有雀仔声啊？系啊。吓，但系你屋企养雀仔嘅咩？唔系，我开嘅窗。哦，吓死我！喺度，喺我成日问，咦咩声？我闩窗先。唔系，唔紧要，唔紧要，我奇怪啫。天敌啊，冇计。OK。好，喂，咁起码系咪有1.06先？系啊，系咯，喂，咁本身咪有1.06嗰个咩咯？即系 A part 系咪1.06喺度啊？系啊。OK， 好，之后咧 ，How long should you invest for getting an amount of 2P 啊？嘛，佢问你笔钱要你笔钱要摆几耐，先会令佢个 amount 会由 P 变成为 2P？
咁本身係唔係 P 乘嗰個 growth factor 嘅唔知幾多次方？唔知幾多次方就係所謂嘅 amount 啫嘛。OK。嚇，係咪先？即係呢一撇本身叫做個 amount 啫嘛，係咪？咁佢就話個 amount 要成為 EP 啊嘛。OK。嚇，好。咁而家我哋嗰個藍色 highlight 咗個次方嗰度，我哋未寫。OK。而個次方呢、這個次方，我哋應該寫啲咩落去？零。就係 number of period 啊嘛。係啊。就是我哋係計咗幾多次啊嘛 ？OK。我哋計咗幾多次？咁你點寫啊？二唔係喎，二 P 咁樣，唔代得唔係代零啊？嗯？唔係零啊？唔係零。How long to get two P？ 點？個次方要揸個次方啫。四。哦，唔係啊，其實而我哋個 unknown 啊，必定係出現喺呢個位置嚟嘅。係啊。佢問 How long should？即係佢要擺幾耐筆錢先會由 P 變成為 EP 個 amount。咁咪係咪要放係咪要濕個 unknown 落去先？即係就咁 end 啊？你意思話？係啊。其實你 end 亦都冇錯嘅，其實即係嗱，不如咁樣，即係點講？OK。如果你濕 end 亦都唔會入，即係唔冇錯嘅，其實就啊咁不過佢唔會想我哋濕 end 咯。即係要濕個數啊！唔係，你唔好唔記得我哋，咁我哋話 A P 派有關嘅嘛。係啊。啊，咁如果嗱，佢話 compound half yearly 啊嘛，咁我問你啦，如果佢係五年嘅，我當係五年嘅，咁其實佢會幾多次啊？係咗。計咯。五年計起就識啦。五年。嚇。十次。十次啊嘛，係嘛？係啊。啊，咁我哋如果計，如果 N 年咧？咪 n 咪二 n 二 n 二 n 咯，系咪啊？系啊。好，而如果系嘅话，我哋点同本身条色嗰度联合埋一齐咧？唔系。不过其实呢条数都出得，系咯，好难讲。二 n 谂到二 n 落去啊，冇二 p 可以代四噶嘛？二 p 可以代四系咩意思啊 ？Get the amount of 二 p 啊，可以代四咯。其实谂下 p 会弱咗嘅。吓？个 P 粒尾会弱咗，一只问号吓？你见到左右两边都有个 P 嘅，其实系啊，个 P 咪弱咗咯。吓 ，OK。左右两个 P 弱咗嘅咋？算普通算式嚟嘅啫嘛。咁咪除二啊？咁所以右边等于二。咁调翻过去减。不如咁啦，我哋当我哋唔好追求完全用翻 A part 先啦，好冇 ？OK。咁我哋当真系 N 啦，好冇？OK， 咁但系如果系你明唔明点解会约咗个 P 先？明啊。啊，咁如果系咪一点零六 n 等于二啊？系啊。你写嘅翻个 n 俾我睇睇。咁系转翻一点零六 n， 系咪唔俾我？系咪唔俾我转 log 定可以转噶？我唔明你咩意思。一点零六逗号二啊。啱啱。log 啊。哦。十一点八九五六六一零五，系呢个啱啦。好啦，而呢个 n 其实我哋啱个 number of period 啊嘛。系啊。咁即系 growth 咗几多次啦，系咪？系啊。而佢个问句系问 how long， 而佢括号讲 in terms of month。times 咁咪。嗱几长时间？咁其实问心好多时系讲个单位系 in years 噶嘛，但系今次讲 in month。咁十一点几次，咁即系几长时间？而佢就话 compound half yearly， 廿四个月。你每一次几耐？其实真系六，每一次计六个月啊嘛。吓、啊，六个月啊嘛，咁所以即系几多个月咧？你咪将呢个数要乘翻个六咯。系、哦，差二。好啦，咁所以个答案啊，唔好讲个答案，系咪应该七十一点几个月啊？系啊。OK。而如果你問我咧，我會寧願答72個月嘅。而留意啦，呢一度四捨五入嘅話，唔會係72。咁點解我寫72嘅？因為round up 咗。點解係 round up 咧？係啊，係 round up 啊。跟住因為因為七十一嘅話，因為 half yearly。咦？六個月六個月嚟計啊嘛。唔係，但係佢七十一點四個 months 嚟嘅，
你又唔系半个，唔关半个月事。系啊，系因为你71个月嘅时间，佢够咗未啊？未。咁咪差2个月咯，先会够咯。哦。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嚟紧 round up 啦。O K。意思啊，如果你 round off 嘅话咧，你嗰个71个答案系错。啊，咁我如果清楚嚟讲，我嚟紧写72啦。O K。O K。你啱啱有冇成六啊？将呢个 n 呢个 n 都要。不是頭先你問的 N 乘六就得出之後呢個答案嘅。係啊。你有冇留意同 A part 答案完全一樣嘅？係啊。你有留意啊？有。好。咁而家我同你講翻，究竟 A B part 調式點樣列係可以完完全全用翻個 A part 啦？其實我哋應該當個X 係幾多個月啊？啊？即係如果我哋話個係問 how long 啊嘛？我哋当 X months 几多个月，咁所以有几多个 period 啊 ？Number of period， 咁咪 X 2X。其实系原先系咪即系 X over 12咁多年啊？系啊，但系你每一年就两次喎，咪 X over 6咯。哦，系咪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系当佢 X 系几多个月嘅话咧？咁你 x 个月里边，其实你咪就系 grow 咗 x over 六咁多次咯。OK。咁所以呢条式会可以点变咧？其实咪p 乘1.06嘅 x over 六次方咯，咪等于个2 p 咯。而同头先一样咧，个 p 可以约走咗，就会得出1.06嘅 x over 六次方就等于个二。而即系1.06嘅 x 次方会等于2嘅六次方。你睇呢部可唔可以先？算明嘅。而二嘅六次方系64嚟嘅，咁咪 exactly 咪就系 A part 嗰条算式。O K。嗱，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呢个 A B part 嘅关联去靠，唔算太好咯，仲麻烦。咦？咁难做嘅好似？唔系啊，其实佢唔算难做，其实系好深，但系其实我哋未必要用佢呢个，我哋都会做到啫。咩数嚟嘅咁咩？唔系呢条唔算难噶啦，如果佢唔系 A part 困住我哋嘅话，做到噶，其实你自己都。即系当然系同你一齐做啦，好写完咩？写完啦。好，嗱咁我哋争取时间就可能咁就可能讲嗱嗱声讲多啲，讲翻嗰啲叫咩？你等阵先，你原先想问嗰啲，估唔到功课系啊个功课估唔到讲咁耐，但系 graph 系 booklet one 嘅，我冇记错。graph 系 booklet one 嘅，呢度佢讲咗一阵啦。但系呢度都有 graph 嘅下边咯。哇 ！DB 嗰啲好恐怖，睇落去。教咗未啊？未。哦，未啊，唔使惊啦。而呢度你未教啊嘛，系咪？第六题嗰啲。讲咗啦。吓？第六题讲咗？佢学校讲咗，唔知点解。咪就系我同你讲话 transformation 嗰啲咯，第六题。系啊，佢话佢本来俾咗份练习我哋，但系嗰阵时未教，跟住我哋做咗，跟住后边讲咗，我都系唔明。但系第六题咧，你小心啊！第六、第七呢啲都系经常出嘅。反而呢一啲系连唔出嘅，咩啊？我真系唔识啊，嗰啲好恐怖。嗯，咁你想唔想讲第六先咯 ？OK 啊。嗱，呢一度咧，你真系要 mark 低，呢啲你真系要 mark 低，因为系超常出，试过有一年咧系出咗两条，一年内出两条，啊，一条系 paper one， 一条 paper two，OK。Okay?即係基本上是完全一樣咁滯嗰兩題，即係如果你 pair one 你估唔到係咁出嘅話，哎呀 pair one 咁嗰一條做唔到添，估唔到係出 pair one 啊做唔到就算啦，咁 pair two 唔會再出嘅啦，點知又出翻，咁啊真係癲咗啊！如果兩條都唔識嘅同學 ，OK 好嗱，好恨講真咧，學校嘅教法咧正常係咁嘅，嗱我佢係兩邊。系啦，嗱呢个系学校教法，呢个系学校教法。尤其是当佢有 A part 嘅时间 ，A part 佢同你讲咧，其实 Y 同 X 嘅关系本身就咁嘅。佢要我哋证明咧，其实佢哋同样有呢个关系式。嗱，做法就好千篇一律，就系 tick lock 啦。吓，唔系我哋想，系题目提我哋吓，提我哋 tick lock 啦，同埋个 base 系三嘅 ，O 唔 OK？OK。红色笔， okay. 红色笔讲嘅系提示啦，我哋唔系我哋嘅答案一部分啦，咁所以我哋会咁写。嗱，我冇话我哋第时都系咁做啊，得唔得？得。咁你会留意到咧，其实左边已经 OK 咗，唔使再喐，要喐嘅系右手边。啊，
咁而呢啲證明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夾硬會寫多少少嘢，即係方死人哋話我哋跳步就抄答案啊咁樣樣。咁但係寫極都係寫多兩步嘅啫，就停噶啦，去呢一度。咁啊，做完 A part 得唔得？得。好啦，而之後到 B part， 啊 B part 就同我哋講喂，其實咧，佢哋嘅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呢兩個數就係個圖啦，就係呢個圖 B part， 就叫我哋揾對應嘅本身嘅 A 同 B。本身 x y 条式里面有 a 同 b 喺度噶嘛，佢叫我哋揾翻呢两个数嘅数值系几多？其实你可以睇成为即系揾未知数咯。OK。嗱呢一度你起码你知道、啊、其实咪就揾未知数细 a 同细 b 咯。OK， 好啦，嗱最难接受嘅系咩呢？就系、是、我哋将我哋当呢条式叫做 y 定 mx 加 c， 大街 y 等于 m 大街 x 加 c。如果我就咁讲 y 定 mx 加 c， 你唔觉得有问题？原本就唔 stop。嚇 ，y 定 mx 加 c 咪直線方程咯 ，slope intercept form 啊嘛。但如果寫出嚟大街 x 就大街 y， 你覺得好奇怪，係因為點解我要寫大街 x 大街 y 咧？因為而家啲 horizontal 同 vertical label 可能會同平時嘅 horizontal 同埋 vertical label 就 x 同 y 啊嘛。而今次咧個 horizontal 都係 x， 但係個 vertical 變咗做 log 三log base 三 y。OK， 得唔得？但你對你對翻位置嘅話，對翻位置嘅話，你係唔係會對到大街 y 即係 log y 先？係啊。而大街 x 即係細 x 啊，對唔對到？對到啊。而個 m 就係個 log 三 b， 個 c 就係個 log 三 a， 呢個可唔可以？可以啊。好啦，嗱，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就寫 from the graph， 從圖睇到啲乜嘢咧？最簡單的 C 個 vertical intercept， 小心啦，我哋唔會再講係個 y intercept， 我哋會講係個 vertical intercept， 咪就係4咯。OK，即係一定要寫 vertical intercept。我唔會寫，我冇寫啊，但我講俾你聽，我哋唔會講 y intercept， 因為嗰個已經唔係 y， 嗰個係大街 y 或者係 log y。OK， 就係個四咯。嚇，你睇下寫唔寫到我最尾嗰一行呢一行 ？log 三 a 四。同一個 y 啊，因為其實個 c 係咩意思咧？啱啱你話你個 c 對到係 log y log a 啊嘛，係啊。而個 c 嘅意思本身就 vertical intercept 啊嘛。哦，即係同翻之，係冇分別。啊，得唔得 ？OK。嗱，如果 OK 嘅話，咁個 log a 等於四就暫且擺喺度先。個 a 已經計到噶啦，咁我想睇埋個 b 嚇。其實嗰個 log 三 b 係咪 slope 咁嘅意思啊？係啊。而我哋從圖睇個 slope 咪應該係負四除二咯 ，slope 嚟嘅啫嘛。嗱，我跳一步驟，就呢個零四啊嘛，呢個二零啊嘛，你計 slope 就會計到負四除二出嚟，即係負二出嚟噶啦。OK。仲記唔記得點樣撳計數機出 slope 啊？舊 program 一。哦。記唔記得？記得。舊 program 一出 slope 喺嗰兩點中間各自係啦，各自加個一啊嘛。A210 咁樣，係負二啊，出咗啦。二負二用四啊。係啦，咁你要 slope 咪負二咯。好，可唔可以 ？OK。呢一個就係個 vertical intercept， 而呢個就係個 slope。啊，咁所以個 A 就會係三嘅四次方，而個 B 就會係三嘅負二，咁即係81同埋九分之一。咁啊，做完呢條數。B 等於三嗰負二次方就係點啊？我係解呢條式啫嘛。係啊。log 三 b 都系负二，咁 b 咪都系三嘅负，呢个你应该解到嘅，呢个你应该解到嘅，得唔得？得。好，谂清楚明几多啦？明大部分啦。吓，嗱，其实如果以呢一条嚟讲咧，呢个做法我可以接受嘅。如果以呢条嚟讲，因为呢一条佢有 a part 啦，咁所以佢咁样引导我哋咁样做，我可以接受嘅。吓，个意思系咩咧？其实可以拣，我未必会咁做；俾我拣，我未必会咁做。但是 我可能不用这一条去做给你看，我可能看看后面有没有条难一点我做给你，我刚才没留意有没有条难，哎，这条就公开，是的，这条公开试一条，这条有没有条 MC， 我算了，这条我做这条给你看。 OK， 首先我跟你解释，刚才我们做过一条，我说那个做法这样做我接受，但是这一条现在你看到这一条，我是一定不会用刚才的方法的，我是一定不会用刚才的方法。OK， 咁首先我解释翻，如果用刚才的方法，我哋会点做？好啦，睇下题目俾咗啲咩资料俾我哋。佢话
下面呢個圖咧就係、是log 八 y against log 四 x 嘅圖，一個直線嘅 linear relation 嘅圖、啊、而已經知道個 slope 咧啊幾好人，個 slope 係負三分之一啦，而個 horizontal intercept 咧就係、是、個三，圖裏邊已經講咗俾你聽噶啦，就叫我哋揾 x 同 y 嗰個 relation 嚇、啊、in the form of 呢、這、一個，即係揾 a 同揾 k 啫，其實係咪？係啊。好啦，其实佢好似唔难做咁样嘅，好似唔难做。如果用刚刚嘅做法，我哋咪喺度 tick lock 咯，系咪 ？OK。啊，咁有咩问题咧？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冇留意今次嗰两个 lock 嘅 base 系唔同嘅？系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喺嗰条 y 等于 ax k 次方嗰度 tick lock， 我哋个 lock tick 四好定八好？四。其实我哋唔知嘅，我哋 tick 四又好 ，tick 八又好咧，都要转 base 嘅其中另外嗰一个。即系我写快少少俾你睇一睇，你话四啊嘛，咁四啦，咁系咪咁啊？系啊，系咪咁啊？系啊，咁之后再做嘅话，我哋就要将呢个转 base 噶啦，而其中嗰啲负四、负三分之一同埋三系被代得落去住嘅。OK， 因为我哋条式要严守地变成为 log 八 y m 等于 m log 四 x 加 c 先得嘅，因为嗰啲负三分之一同埋嗰啲三咧。只是对于 log 4x 和 log 8y 是有效的，对于上面那条式是没有效的，因为那些 base log 的 base 未对回啱。OK， 好不 OK？ OK 啊，时间关系，我现在讲我做合给你听。这个做法你一定要记住，我觉得很简单，尤其是本身因为你 solve exponential equation 比较好，你 solve log equation 也比较好，所以这个做法你应该没问题。好了，题目本身是不是给了这两个资料给我们 slope 和 yeah.slope 同埋嗰個 horizontal intercept， 係你答我，你知唔知呢點係幾多 ？vertical intercept，vertical intercept 其實都係一嚟嘅。哦，倒數啊？唔係，嗱係因為佢話俾你聽呢條線嘅 slope 係負三分之一，咁對於個負號你完全唔 surprise 嘅。喂，從我圖你都知道個形態係負啦，個 slope 落啊嘛，啊落緊啦，咁平都只係負噶啦，咁問題係三分之一。咁呢度咪就係三咯，咁所以呢度咪應該係一咯。哦哦，咁呢度咪一咯。咁我 get 啦。记唔记啊？哦，我 get 啦。O K。嗱，之后重点就嚟啦，睇清楚咯。其实呢一点嘅坐标系咪零逗号一啊？系啊。呢一点坐标系咪三逗号零啊？系啊。好啦，嗱之后写啦，之后写啦，小心啦。其实嗱，我写，你当我写呢一点先。其实咪 when log 四 x。等于零的时间 log 八 y 等于一啊？吓吓等吓系啊吓吓点解啊？好奇怪咩？一诶零零一啊嘛系啊，咁但系而家唔系 x y 啊嘛，嗰啲 label 变咗做 log 四 x 同 log 八 y 啊嘛系啊，咁所以零嗰个数值唔系 x 噶，系 log 四 x 噶，一个数值亦都唔系系 log 八 y 噶，我哋对翻啲 label 啊嘛，即系个零一系。分別是 log 四 x 同 log 四 x 同 log 八 y 嘅，即係唔係 co 即係其實個 coordinate 都係佢等於幾多個數值啊？係啦。哦。算夾夾地。啊，或者其實我哋搬字過紙啫嘛。哦，你個 horizontal label 係 log 四 x 嘅，啊，咁你所有數值 horizontally 嘅，即係 horizontal 嘅嗰啲數值，咪就係 log 四 x 咯，就唔係 x 嘅咯噃，得唔得？得。咁所以对应嘅个 x 咪就系四嘅零次方，而个 y 咪就系八嘅一次方，咁即系 x 系一 ，y 等于八咯。嗱，最难接受其实系呢一步嘅啫，最常同学会错系呢一步，即系或者有阵时会搞唔清，好多时同学真系会以为个 x 系零嘅时间 ，y 等于一，唔系，系有 lock 佢哋。而后边如果前面粉红色嗰度你 OK 咧，后边嗰度就唔会错，得唔得？得。好啦，睇住咯，我哋几经辛苦，终于有一 set x y 嘅答案。When x 等于一嘅时候 ，y 系等于八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代翻到去原先嘅呢一条线。你有发觉啲好神奇嘅出现 ？a 乘一嘅 k 次方会等于个八，咁所以个 a 咪系八咯。问号？你 when x 等于一 ，y 等于八啊嘛，你咪代翻落去嗰式嗰度。哦。你一嘅 k 次方，我理得 k 系几多啫？都系一嚟噶啦。点解有啲难明？即系我哋将我哋几经辛苦，终于揾到嘅一 set 真实嘅。x y 的答案代翻落去嗰条式嗰度啫嘛，代翻呢条式啫。哦，得唔得？
但係而家我寫緊就係另外嗰一點啊，就係三竇好零嘅嗰一點。咁我哋發覺我哋會有另外幾多組 x y， 咁就係 x 等於64，而個 y 等於一啦。咁我哋咪又代翻落去原先嗰條式嗰度。如果 a 今次唔係 a， 我哋已經知道係八嘅啦嘛。嗯。咁我哋咪有呢條式咯。嗱，你抄我先，你抄我先。算 get 到嘅。呢個做法我覺得係簡單好多，而中間我哋好多嘢可以撳計數機 ，instead of 我哋走去轉 base， 用一啲運算化簡方法去做，好麻煩嘅。即係你轉 base， 即係你用運算化簡方法去做，複雜好多。而家右手邊嗰度就舒服好多，得唔得？誒得。好，如果 k 咧，即係你即係做到咁樣嘅，其實你會做到個 k 係負二嚟嘅。啊 ，sorry， 负二分之一啦，应该，睇下计唔计都系负二分之一啦。负二分之一，即系你点揿咧？其实你咪揿 lock 咯，你咪六啊四。我好一 over 吧。唉，咁你咪出二分之一咧，睇系咪？我系喎。啊，咁咪做完咯，咁做完噶啦喎。难吸收嘅，但系系易啲，易好多咯。好简单噶啦，已经，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呢度 MC 嘅話咧，中間有好多嘢唔使寫。嗱，呢度你慢慢消化。我想寫多一條俾你睇。O K。我想寫多一條俾你睇，亦都係公開試題目，即係亦都係你呢度有呢條2019年，睇清楚粒噃。嗱，佢冇圖啦，乜事？啊，冇嘢睇啫。嗱，即係佢冇圖啦，咁我哋自己畫翻出嚟，形狀化佢咯。咁呢一度咪 log 三 x 咯，呢度咪 log 九 y 咯。佢話佢vertical， 嗱，小心啊、那個次序。佢好奸嘅，佢俾 vertical 先啦，咁呢度就係七啦 ，horizontal 就係八啦。佢俾咁多資料嘅啫，佢問我咁我哋 A、B、C、D 邊一個先係邊一組先係 x、y 嘅關係。好啦，咁我哋寫咯喎，咁呢點咪即係八竇好零咯，呢點咪即係零竇好七咯，得唔得？得。按翻頭先講，我哋不如寫呢一點先啦。咁即係 log 九 x 等於零嘅時間，你 log sorry， 哇！咁樣寫係錯，呢個 y 嚟嘅 ，log 三 x 等於零嘅時間 ，log 九 y 等於七，係咪啊？係啊。咁咪即係 x 等於三嘅零次方嘅時間，個 y 就係九嘅七次方咯。咁呢個即一咯。OK。係咪先？係啊。嗱，你中意當然可以撳埋九嘅七次方出嚟啦。啊，咁但係其實亦都唔需要嘅。嗱，甚至乎我哋分分鐘會寫三嘅十四次方添，唔係三嘅廿一次方，得唔得？得。我哋要發覺，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將呢一組嘅 x y 代落 a b c d 嗰度咧，我哋可以查好多嘢嘅。呢個係查，呢個係查，呢個係查，咁但係咪 b 咯？做完，做完㗎啦呢條數。O K。得唔得？得。另外八竇好零隻頭代都唔需要代，原因係因為咩咧？我哋做到個 x 係一啊嘛，咁所以 a b c d 裏邊呢一度其實咪唔使代咯，一嚟嘅啫嘛。而右手邊全部都係三嘅五啊六次方喎，而家我 y 要代咩啊？三嘅十四次方喎，咁所以必定个 y 咪系四次方，咁咪 b 咯。O K。得唔得？啊，要、yeah. 要消化嘅，又或者即系起码暂时你睇咧，你做嘅时间啦，未必会咁快圈到答案啦。但系起码希望你识我呢个做法。而我呢个做法咧，我想你几时用咧？一定要用嘅情况系咩咧？就系当两个 log， 即系当两个 label， 当两个 access label 都系有 log， 而佢哋嘅 base 唔相同嘅事。如果你嗰兩個 access label 咧，有一個有 lock， 有一個冇 lock 嘅話咧，係偏易做嘅條數。你用翻學校教嘅做法冇問題。又或者如果兩個 label 都有 lock， 而佢哋係 same base 嘅話咧，用翻學校做法都冇問題，唔算難做。但係如果當個題目好似而家呢一條咁，兩個 label 都係即係兩個 access label 都有 lock， 而個 base 係唔同嘅話咧，用呢個做法係超快。用我而家呢個做法。OK。得唔得？得。